OK， 那我们今天讨论这一个历届这一份分成上下两个部分呢、啊，后面的是高数，所以我们从高数这一边开始好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第一题，不准重复求由数码1248排成所有四位数的数码。之和，哎，之和什么意思？之和不准所有四位数的数码之和，这个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哦。应该是说他看一下他可以反正就是四位数就是1248，然后他不懂可以排成几个，所以我们只是看一下哦，他应该可以排成四的 factorial 的四3266624，总共是24个。但是他讲数码之和感觉上是什么呢？我一个的 combination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是1248，那数码之和就是一加二加四加八，那一加二加四加八呢就会是15来的哦。哦，所以它的十每一个其实都是15，总共我可以排成24个，所以它 好像感觉上它要的是24×15。来，我们看一下，五是20，20、11、12。就是12，然后加起来就是360。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啦，感觉上我又有24又有15，然后又有360啊，感觉上好像他要的意思是这个360。哎，等不过不要紧，我们等下来看一下答案对不对。好，第二题不准重复。所以这题它难度在于，不是难度啦，它就是在于那个问题问到好像跟我们平时做的作业好像不一样一点啊，所以就是要另外的再去思考一下它到底它要的是什么。不许重复将1234排成大于1500，大于1500，如果我第一个数放一好像就不行了对吧，所以我只能放234只能放234，然后应该也要四个，如果要大过1500应该不可能三位数的了，所以一定要四位数一起排完它。接下去的三个就应该就是3的 factorial， 所以这题来讲应该就是3×3的 factorial， 3266328等于18个。 OK， 应该是 C 了。第三题求介于3000到5000之间，且数字并没有重复的奇数。数字没有重复。数字没有重复，基本上感觉上第一个数目我们可以选3到7嘛，对不对？因为如果一选8的话，后面就要000，8000我们就会重复了。所以这个应该就是3到7，但是呢，重点是因为它要奇数哦。它要奇数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这里选了3，我后面就不能选3；我这里选了5，我后面就不能选5；我这里选了7，后面就不能选7。所以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呢，我们必须要分两个 case 也就是说前面这是3、5、7另外一个 case 是4跟6，这两个其实会影响到那个个位数那一边的。好，所以如果我讲说哦，我假设我是选了3、5、7，好，那后面的话呢，我就可以3、5、7、9来讲呢，我就少了一个选择，我剩下四个选择。哦，我1、3、5、7、9，好，所以这个是3，这个是四个选择哦，因为我这边抽了，抽了两个数的话。0到9总共有10个，抽了两个数剩下8个，然后这一边呢就会是7个。 OK， 所以3×8×7，我
按下计算机好了。OK， 三乘八乘七乘四等于672。好，那这个也是一样呢，这个是13579。而前面如果选了四跟六的话，后面呢就会有五个选择。那同样中间都会是八乘七了。7856，五乘二是十，所以它就是560。然后这两个情况加起来的话，就会是1232。好，1232，答案就会是 C。OK，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作答题，若数目不重复，问从六个数字0、1、2、3、4、5。可以组成多少个三位数的偶数啊？三位数的偶数，那前面来讲呢，偶数好像也是要 split 两个 case 对吗？因为我的这个前面只能放1、2、3、4、5，后面只能放0、2、4。如果放了前面放了，后面放了零，那前面就不一样了。后面放了零啊，后面如果放了二跟四，这样前面就会少选择。如果后面放了零呢，它就没有少的选择。所以呢，这一边你可以先选后面的，就是零的时候，那前面就会是五乘四啊，五乘二十。然后后面如果是选了二跟四这两个选择。那前面的话呢就会少一个，变成四个，第二个数目呢也还是四个，因为零又加进来啊，这样子的意思哦。 OK， 428 4832，两个加起来总共是52。当然你会可以讲说，如果我前面的数字，或者啊，我看一下啊，如果我讲说我先看前面，也就是说前面我先选前面，我前面是可以1、2、3、4、5，但是会影响到后面的偶数的话呢，应该就是两个情形，就是1、3、5或者二跟四啊。二跟四的话呢，后面就只有两个选择了啊，0、2、4，这个就会剩下两个选择。那如果是1、3、5的话呢，后面就会剩下三个选择。OK， 总共是六个数字了，六个数字减了两个，六减二的总共是四个，这个也是剩下四个。好，你也可以这样子做。虽然你讲，哎，老师数目好像不一样，不过不要紧了。九，我们来算一下啊，339 90 90 36，224 44 16，两个加起来也是52了。OK。所以它的 approach 不一样，但是你会看到它的你就是选的那个顺序可能不一样。这个是先选个位数，再选百位，然后再选中间。另外一个呢是先选百位，然后再选个位数，然后再选中间。啊，顺序不一样，但是你会看到还是做一样的答案的。OK，so 我看一下。这个是52，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对不对。OK， 第一个小节，哎，怎么这样子？啊，了，这个这几个，我没有写到选项。OK，D。C 啊 ，DCC 看看对不对 ？DCC， 然后这个是五乘二，所以第一个的这个的确是像我这样讲的，它其实是要数码加起来。
哦，它的数码之和，所以数码之和总共是15个，然后排列总共有24个，15×24就会是你的360了。All right。哦，这个52也是对的，没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难一点的啦。第二个小节，八张椅子分成两排，每排各4张 ，A B C D E F 6个人各在一张椅子上坐。若其中 A B 必须坐在前排。E 跟 F 必须坐在后排，所以通常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呢，有特别要求的，我们就会先选他们来做，好，所以比如说A 跟 B 必须要选坐在前排 ，E 跟 F 坐在后排，好，所以A 跟 B 其实是不一样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是排列来的。也就是说我在这边呢4个位置里面我选了2个位置来给他们进行排列。OK, 那后面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情形。好，之后呢还有2个人对吗，还有2个人，但是我选了2个位，这里又选了2个位之后ABCD, 应该是 CD, 这2个人他也是有前面的2个还有后面的2个可以选2个位置来进行排列。所以在这个情况呢，这3个呢其实他们如果我这样看 4P2, 我做了几个人，我做了2个人，排完了吗？还没有。EF, 再做多2个人，排完了吗？也还没有。所以这整个来讲呢其实是一个 case 来的。好，还没有进行，没有，还没有做完的。所以只要是3个来讲呢都是还没有做完的情形，这3个就必须要乘起来得到的那个答案才会是你的最终的答案，所以总之3次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4P2 好像是4×32来的，4P2 是12，所以我们12哪立方的话呢就会是1728，来，这一题会是1728。第二题，可能有时候他们的题目呢很像样，但是又不一样的哦。我来看一下是不是 ABCDEF 又是6个人，坐成一排，刚才是2排，现在是坐成一排。A 必须要在 B 的右边，但是 A 与 B 又不可以相邻。总共有多少种做法？OK, so 这个我们先不要看什么 A 必须要在 B 的右边啊，这个我们先不要看它。我们先这样子看的就是 A B C D E F, 如果要排成一排的话它是不是6的 factorial, 对吧，所以这个是6的 factorial。如果它相邻，因为它不要相邻，我们就把它绑在一起当作是相邻。那两个绑在一起的话呢就会是5的 factorial, 然后两个之间互换呢就会是2的 factorial。所以我只要把两个相邻的减掉 ,OK?就会是他们不相邻了，可以不可以这样讲？好，可以这样讲啊。至于你讲 A 必须要在 B 的右边哦，会是怎样的情形？你会发现到 A 有一半的时候会在 B 的右边，有一半的时候会在B 的左边。所以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你会看到我不管怎样排的话。它的右边不是真正右边刚好隔壁，因为他们不能相邻嘛，只是说它是在它右手边呢我们就算了。所以这个情形呢，你如果你要一个去排出来的其实有点难度，但是你其实你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想啊，你就会发现到它有一半的时候呢是会在它右边，
一般的时候会在左边，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情况算了出来之后，我只要除以2就行，有没有很简单？好、哦，所以这个会做的人就很快啊，不会做的人就要做了老半天啊。六的 factorial 减去五的 factorial 乘二啊，二的 factorial 就是二，所以480再除以2的话，我们就会得到240。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有没有其他方法？有，我之前有讲了，如果你不要跟它相邻的话，我们可以先排其他的那四个人。排了四个人之后，一二三四，你就会发现到它的间隙呢会有五个间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五个间隙里面找两个间隙来排。啊，然后也是一样的，要除以2，因为会有一半的时候，A 在 B 的左边，有一半的时候呢 ，B 在 A 的左边，我们只是要其中一个而已。所以这一题你也可以这样子来算，四的 factorial 乘以5 P 2再除以2，是不是一样240？对吧？所以两个 approach 都可以啊。两个 approach 都可以，这题是240。来，我们再看一下6.2的部分，对不对？1728，然后240。OK？ 所以在这一题来讲呢，它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概念了，可以讲算是新的概念，因为之前的课本呢都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如果A 必须要在 B 的右边，啊，你就直接的把它除以2就行了。OK， 我不写了，哎，除以2就行了。OK， 没问题啊。所以这个小题算是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加入了。OK， 过后呢，我们看一下 6.3 的部分。六男两女排成一列，如果规定两女必须分开。所以这个题型跟那个第二的上面那题第二题很像，它像在哪里呢？你其实是有两个 approach 来做。第一个 approach 就是用倒扣法，你把它全部排列，就是六个男两个女，就是八个人，八的 factorial 倒扣，他们必须要分开，这样我就把它绑在一起。两个女的绑在一起呢，就会是六个男跟一派女，对，就七个了，七的 factorial， 然后两个女子可以互相倒转，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倒扣法的一个做法。八的 factorial 减去七的 factorial 乘二 ，all right， 这哎呦也是很大哦，30240，有答案吗？有啊，答案是 C，OK。答案是 C。再来另外一个 approach 是怎样呢？还记得吗？我们先排六个男生，然后如果不要必须要分开的话，我就在六个男生里面他的间隙加前后就是总共是七个了，七个位置里面选两个来排啊，所以这个做法呢也是一样的，六的 factorial乘七 P 二也是30240，看了吗？哦，按了很多次等于30240。OK，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四女三男排成一列，排成一行。如果女性不能分离，女性不能分离就是一定要绑在一起的意思啦。那它有多少种排法？很简单，四个女子，一堆女子，四个男子加一堆女子，总共就是五个，五的 factorial。然后呢，再来的就是这三个人其实是可以互相调位的，我们就要乘三的 factorial。所以这题就是这样子来做就行了，五的 factorial。乘三的 factorial，
OK， 720。单子登记。第三题，若数字不许重复，三四五六七八组成五到七之间的四位数，五到五千到七千啊，所以我可以选五了，我可以选六了，我好像就不可以减七了，对吧？四位数有多少个？啊，不是偶数，不是奇数啊，没有其他的条件了，所以也就是说。第一个位数我们有两个选择，三四五六七八，总共是六个数字。好，我选了一个之后，我剩下五个、四个、三个，对吗？好，然后我们基本上就五乘四乘三乘二，我再乘多一个一，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五的 factorial， 我可以直接这样子按就可以了，120，所以等于等于，对吗？OK， 再来看看第四题，数字全都相异的四位数，偶数的个数是多少？四个数字都相异，然后是偶数，哦，那在这边呢，我们有两个东西要注意，前面第一个数字不可以是零。后面那个不可以是必须要是偶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选啦、啊、这个如果是选零二，我如果选零的话，我可以选零，然后这个是选二四六八，对吧？所以这个是四个选择，这个是一个选择，如果这个选零，这个就还有九个啊，还有九个可以选，然后这个的话选了两个数字，剩下八个，然后再剩下七个。OK， 至于这个的话呢，我选了二四六八，我又不可以零，所以这个是八个。然后这边还是剩八个，因为零又加进来，八个跟七个。好，所以这一边是九乘八乘七，九乘八乘七等于五零四。再来另外一个是八乘八乘七，再乘一个四，这个是一七九二，两个加起来六九二二。啊，二二六九，二二九六。那如果一样的像刚才这样的情况呢、啊、它其实是同样的 case 哦，你也可以用先选前面啊，先选前面，如果是选到二四六八的话，还有一三五七的话，哎，一三五七九都可以哦，所以这个是五个选择，这个是四个选择。如果选二四六八的话呢，后面呢就会变成零二四六八呢，还是剩下四个，因为少了一个选择嘛。零就加进来，好，然后呢，这边是八乘七，这个就会变成零二四六八，零二四六八，总共是五个数字，这个是八乘七。OK， 所以另外一个 approach，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一样的答案，四乘八乘七乘四，这是八九六。另外一个情况是五乘八乘七乘五，这个是一四零零，一四零零再加上这个八九六的话，也是等于二二九六。OK， 所以相信这个二二九六应该是对的，答案是 C。All right， so 两个 approach。哦，给你自己选了啊。那七名运动员里面，我们要选出四名来组成这个接力队的，参加100米接力赛。
A 与 B 两人都不跑二跟三这两棒。所以总共要选四个人哦，所以这个是 A、B 不要啊的情形，然后呢，他你总共有 A、B、C、D、E、F， 一二三四五六 G 啊，七个，所以一样的情形啦，你就是啊，把它当做是四个数字。啊，放四个人这样子。哎，这题不简单啊。既然中间这两棒我不可以选 A、B 的话，我就只有五个选择跟四个选择。对吗？我选了一个，C D E S G， 我选了一个之后，我就剩四个，啊，就是排这两个位。过后 A 跟 B 又再加进来哦，我选了两个之后剩下三个，哎，又加进 A 跟 B 了，所以又会剩下五个选择，然后这里又剩下四个选择，所以这题来讲应该是五乘五乘四乘四，好，五是二十，二十乘二十呢，四四乘六，五是二十，五是二十，二十乘二十好像是得到四百。OK， 所以这题应该是四百个选择吧？应该没有太难吧？哦，只是说你如果你去选第一棒，一直在那里想去选第一棒的话呢，这样你就会比较难捉咯。啊，你去直接讲哦，既然 A 跟 B 不要。不要选这个第二跟第三棒，这样我们就先从 C D E F G 去选两个人去排这个第二跟第三棒，过后 A B 再加进来去选第一跟第四棒。好，这样子的一个 approach 的话呢，就比较容易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6.3 对不对？OK， 6.3 第一题 C， 第二题 Donkey， 第三题 Donkey。第四题 C， 然后作答题400个选择。All right， 没问题。400。OK， 6.4 了，这我就擦掉了啊。6.4，四个男，两个女，还有一个小孩坐圆坐。若小孩必须要坐在一男一女之间，七个人安排的这个。七个人安排，一男一女，是不是特定的那个男跟女？因为他讲一男一女啊，如果他讲一男一女，应该是随便一个男跟随便一个女了，如果不然的话呢？如果是特定男特定女，我们通常就会讲说，他的父亲跟母亲，这样子就把他筛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况，我感觉上了，一男一女之间，我感觉上了，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条直线这样子来排，小孩放中间。好，那我的男生可以这里有四个选择。我的女生在这边会有两个选择，选了这样子的一个配套之后，我还有剩下1、2、3、4、5、6、7，总共是七个位哦，所以这边还有四个，
情况，所以这里感觉上好像是4的 factorial。那在这边就是4乘 2， 然后这两个位男跟女应该可以又互相调转，好像也是可以。OK， 那7个人做圆桌，这样我又要再除以7，因为那个旋转的那个问题。但是这个好像很奇怪耶，这样子的话好像又不能整除7的耶，不能整除7。如果不能整除7，好像很奇怪。4个选择，这个是小孩没有得选，然后这个是女生，两个选择。做了过后好像又不用除以7，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已经定好了那个位置，其他的那4个就是回绕在他旁边坐，感觉上这个好像又不用除以7。这是好多，有时候那就是很头痛的地方，什么时候要除，什么时候不需要除。我看一下这个答案对不对啊？4乘2乘2的 factorial 就是2了，再乘以4的 factorial。OK， 所以这个应该是384。你会看到384如果要除以7的话，好像不能整除。你一看到不能整除就不对了，你知道？好，所以我相信这个答案应该就是 A。原因是因为这三个人一坐下去了之后，他已经把这个圆桌的这个定位已经定好了。其余呢，那4个人只能回绕在旁边坐这4个位，所以呢，他其实已经是不需要再除以7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明白啊？我不晓得对不对啊？我们先这样子看啊 ，A 呀，等下我们再看一下答案对不对？作答题第一题问有多少种方法使5名男生、5名女生。相隔而围成一个圆圈啊，这题好像有看过吧？我们先做5个男生，那我们的做法就是5的 factorial 除以5，然后就会等于4的 factorial。过后呢，这5个位置呢，1、2、3、4、5，这个5个位置呢，他又可以再做啊，这做这个另外一个女生，那就是5的 factorial， 所以他。这个时候又不用再除以5，因为这个男生已经做了之后，他已经把这个旋转的那个，旋转那个问题，就是旋转的问题已经去考虑在内了，哦，所以就不需要再进行怎样的那个去掉那个旋转，哦，所以这题是4的 factorial 乘一，4的 factorial 乘5的 factorial，all right。OK， 但是另外一个呢，某个女生坚持必须要坐在某两个男生之间，哼，三八 four，OK， 所以这个有放某啊，就是说他是特定的那两个男生的啊，所以如果我特定的这两个男生，跟这个女生。坐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像上面的一个情况，只是说这三个人，只有这两个可以调位的情况，所以它是2的 factorial。过后呢，剩下几个人呢？选了50个人，选了3个人出来，还有7个人，所以这7个人呢，就是按7的 factorial 就行了。OK， 就行了。OK， 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吧，2的 factorial 乘7的 factorial。
10080，这个会更多，主要是因为那七个人的这个自由度呢相当高啊，因为在这边呢，它要相隔的话呢，又会比较麻烦了。喂，这样这个是不是还是也是必须要相隔啊？那没有讲哎。没有讲哎，如果是的话，就麻烦了，就麻烦了。所以我先做两个情况了，这个就是说接下来的那几个。七个人呢就没有没有那个顺序可言了就是就不需要再相邻。如果还需要相邻的话，那应该就是这个二的 factorial， 我们把这三个人解决了之后我们先排女生的话呢，女生还有四个是可以自由排列的，所以是四的 factorial， 然后男生里面呢还有三个可以自由排列，所以是三的 factorial， 所以它必须要这样子分开来，二的 factorial 乘四的 factorial 再乘以三的 factorial， 二乘四的 factorial 再乘三的 factorial， 那这个的话呢肯定就会比这个2880呢来的少了，这个只是288吧， OK， 这样子可以理解啊。So， 这一题我把答案，这个是2880，另外一个我先不要写，好，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个情况，接下去的那几个呢是不是还需要呢相隔而围城呢？OK， 所以这个是题目上呢不是很够清晰的。第二题 ABCD四个家庭各有3322，如果这四个成员所有的成员必须要坐在一起，那还有几个做法。首先呢，我们先排列这个家庭成员哦，总共这个家庭成员总共有四的 factorial 吧，对不对？然后圆桌的话呢，我们要除以四。过后呢，他们分别的成员自己可以跟自己调乱，也就是说，其中呢三的 factorial 可以调乱三的 factorial 可以调乱二的 factorial 可以调乱二的 factorial 可以调乱。其实三的 factorial 是6来的，六乘六乘六乘二乘二，我们来看一下。6×6×6就是6的三次方，2×2得到4就是乘4，所以这题是864，这题应该是864，看看答案对不对。这个是384是 A， 这是2880，另外一个，也就是说，它还是必须要相邻而坐的，所以这个七的不能直接七的 factorial， 也必须要是四的 factorial 再乘三的 factorial， 所以它答案是288。第二题的话，它是864，所以是对的啦。OK， 可以啊。OK， 这个。第二题是288，还是分开的？288，还是在这边？我必须要 PS 一下 ，PS， 男女还是？必须相间隔，相间隔。
OK， 这里多一句话这样子，会就会比较清晰了哦。OK， 再看看第 6.5 的部分呢、啊。OK， 这里没问题了、啊。S 等于0 1 2 3 4 5 6 7 8 9 10 X 属于 S，Y 属于 S，Z 也属于 S。请问 X 加 Y 加 Z 等于 10， 共有多少个不同的解？难哦，很难哦。我想想，这个可以重复哦。什么意思可以重复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可以重复使用 ，x 等于零 ，y 等于零啊，都可以。然后这个z 就必须要等于十。这个方法有点像这个其实有一个方法，这个应该是用这个方法做，这个方法有点特别哦。因为这三个数目加起来就要等于十，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这里有十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OK， 然后我必须要把它分成三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放隔板，什么意思？放隔板，我要把它变成三堆。比如说，我随便放两个隔板，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样它就是三四三。哎，三四三。所以我就在随便一两个位置呢，我就放了，我放在它的间隔呢，总共有十一个间隔位，对吗？然后。我要选两个位置来放，但是它又可以放零哦，它又可以放零的话，我就是说我的这个间隔位可以重复使用了。但是如果我重复使用的话，我十一乘十一的话，好像不太对的感觉，就是我会有重复的情形哦。就是我如果这个放这里，另外一个也是放这里，不是，第一个情形可能说这个放A 的放这里 ，B 的放这里，过后如果倒转 ，B 的放这里 ，A 的放这里，这两个好像一样的答案吧，是吧？哦，这个也不是很对哦，所以会不会直接的除以二啊？除以二好像也是不是很对。隔板啊，这个放隔板好像也是不是很理想。主要如果是有零的话呢，放隔板就不容易。如果不是可以零的话，就很容易了。就是十一个位置，我只要选两个出来放隔板。啊，十一个位置选两个出来放隔板啊，那它就可以，直接的可以找到它的答案了。不过可以零，有零的话呢就不行啊。头痛，有多少个不同的解 ？OK， 如果是十一 C， 我看一下多少。是一席二是五十五，你会看到答案是没有的，应该是会多过这个数目了。五十五这个是很少啊。还是说这个十一席二来讲呢，就是不允许零的一个情况。过后我们放一个零的话呢，我就只需要放一个。X 放 0，Y 放 0，Z 放 0， 然后 X 跟 Y 的话呢，我就放一个隔板就可以了，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个 case 就是11个位置，
哦，这样就不能是放11个位置了，因为11个位置我就包括这个，我一隔板放这里，我其实是有包含零的意思。那我就要变成了9个，9C2，这个就是不可以，就是零不好包含零的情况。如果包含一个零，包含一个零的话，放它就有三个情形，就是要么就是 x 等于零，要么就 y 等于零，要么就 z 等于零。然后呢，9个里面我只要选一个隔板。最后如果要两个零的话，我就是零零十、零十零，还有10 0 0啊，这个就是三个了。所以这三个情况呢，加起来，我看一下是不是啊？啊，这题有少许的难度，9C2。36，三乘9C1，27，这个加这个好像是30加36好像是666，所以答案应该是 B 了。那当然，这个方法是其中一个方法，哦，你还。有其他的方法，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会更加快，也说不定。哦，不过如果你考试遇到这种题目，你就要想尽你的方法，可以得到你要的答案的。唯有就是这样哦。OK，那么这个是隔板法呢，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了哦，所以可以学起来的。好，我们再看一下作答题的第一题，Mississippi，他们很喜欢这个数目，啊，很喜欢这个字，因为 M 有一个，I 有很多个，S 有很多个，P 有很多个，P 好像有两个，S 好像有四个，一二I 好像有四个。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总共11个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yes。OK，过后呢，他讲如果 m 不能排在中间的位置，它的排列数有多少个？那我们做法很简单，我们就是把它的所有排列我们先找出来，啊，总共有十一个数，就是11的 factorial。四个重复除以四的 factorial，四个重复除以四的 factorial，两个重复除以两个二的 factorial。过后，如果 n 放中间的话，会有多少种排法？我 m 已经 stuck 在中间的时候，我就只有10个东西好排。然后也是一样，四的重复，四的重复跟二的重复还是一样的。然后这两个呢相减，哦，两个相减。那你会看到分母是一样的啦，好，分子的话呢，我们就用十一的 factorial 减去十的 factorial，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数目，过后我们除以四的 factorial，再除以四的 factorial，再除以二，哦，就会得到31500，啊，小很多了，OK。应该是答案呢，我写一下啦。31500。好，再看一下 rearrange 第二题，re r 开始的话好像有三个，一好像有两个，a 好像也有两个，n 跟 g 好像分别一个。我们再数一下，三四五六七八九，9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9个字母，yes。如果两个 a 不能相邻，我们有多少种排法？不能，你讲不能，我就偏偏要放它在一起，对吧？这个就是倒扣法，然后我们叫它倒扣法，so。我们先看所有的一个排列，九 factorial 除以三 factorial 除以二 factorial 除以二的 factorial，这个是所有的一个排列法。
A 不能相邻，我就偏偏把它相邻绑在一起啊，绑在一起了之后就会是8的 factorial 除以2的 factorial、哎、除以3的 factorial 除以2的 factorial。 这个2的 factorial 需要吗？不用了，因为它已经绑在一起当作是一个了。好，我们已经绑它在一起了，所以在这一边、哎、我来算一下，9的 factorial 除以3的 factorial 除以2再除以2，这题是15120，要减掉去8的 factorial。 哎呀，8的 factorial 除以3的 factorial 除以2的就会得到3360，然后我们再减一减，15120减去3360，就会得到11760。OK， 1176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对不对？啊，我又忘记了，这个是不是 B？ 然后这个是31500是对的，11760也是对的。这题是 B 吗？是的，66个，没错。OK， 所以这题还蛮不错的一个题目，然后我打一个星星吧，哦。啊，如果你有想到其他的方法，也欢迎你告诉我一下。Alright， 有哪一题是比较特别啊？这个就是多这个特殊的一个情形，然后你只要除以2就行了，所以应该也是没有说太难的。OK， 我个人是觉得这个隔板法好像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Alright。6.6 我们来看一下，哇 6.7 好多，6.6 若数字可以重复啊，哇这个是可以重复的，其实很少很少情况我们是说可以重复的，01345组成大于40000 40万啊的五位数，有多少个？对 ，OK。所以也就是说，第一个数字我好像可以选4跟5嘛，两个选择 ，OK。其余的呢，就是6个咯 ，OK。所以是6的4次方再乘以2啦。好，6的4次方再乘以2 OK， 5位数共有几个，我们来看看计算机这样说，2乘6的4次方得到2592，答案是1对吧？哎，低耶，低耶，我看错了。问由数字组成大于40000的五位数共有多少个？为什么要减一呢？四跟五啊，对啊，四跟五啊，然后大于40000，送陷阱，陷阱在哪里？如果我选四的话呢，我可以变成了四，因为它的选项有零哦，
是零零零零，有没有大于四十千？没有，所以我要扣掉那个一，那个一呢，就是四十千，四十千这个数字不行，我要大于四十千，我就不可以等于四十千。哦，这题的陷阱真是啊。OK， 所以这题答案是为什么会是 donkey 了 ？All right， 所、so, 以这题的陷阱我也中了，这个啊，这个特别啊，也不是说难了、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在做的时候你的思绪够不够清晰啊？所以这个是我中了陷阱了，所以这个要注意了啊。OK。好 ,6.7 的部分啊 ,6.7 的部分很多题啊。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啊这张的考试重点在这一边。我们来看一下这题。第一题 ,4 名女生 ,6 名男生的组合中选出3名代表。问其中至少有1名是女生的选择共有几个。选出三的女生，一个女生，两个女生，三个女生。好，你有几种选法？其实就是一个女生，两个女生，三个女生。但是你就会讲说啊，老师这样子很麻烦，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倒扣法？好，就扣掉没有女生，就会比较容易。所以如果我是没有 law 的话呢，就是10个人里面。我选3个出来，这个就会是他所有的一个选择。十七三呢，就会是所有的选择，没有 rules 的情况。再来呢，就是我要扣掉呢没有女生的情况，没有女生就是说我所有都是男生，这个6个男生里面我选3个。好，所以这题来讲呢，如果当然我用等下我用另外一个 approach 啊，就是用一个女生两个女生跟3个女生三个加起来也会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题，十 c 三减去六 c 三 ,OK, 所以这个大扣法得到100。那我们另外一个做法呢，就是一个女生两个女生跟3个女生。一个女生来讲呢，我们就是四 c 一乘上六 c 二，两个女生是四 c 二乘上六 c 一，三个女生就是四 c 三乘六 c 零，我们就不用乘了。好，六 c 零应该是一来的，所以这一边我们把三个数目算出来，然后再加起来一起。当然，我会鼓励学生说，虽然呢，我讲哎，就比较容易的是那个倒扣法，但是它毕竟是选择题哦。所以我鼓励学生说，如果有时间检查的话呢，你就用2个 approach 去算出来啊，来确认你的答案对不对哦。所以有2种方法做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检查答案的一个机会啊。哎，这题是四，然后2个加起来60加6 36再加4应该也会是100。好，所以这题非常相当确定呢，它的答案是 C 了。OK， 第二题，一个平面上有9个点，除了4个点是共线外，其余的3个点在。除了有4个点外，没有其余的3个点会同一个直线。OK， 所以问9个点可以连成多少个直线？也就是说，如果在9个点来讲呢，有4个点在同一个直线上。
然后另外还有五个点，所以这五个点可以随便选。哎，应该是这样讲。原本如果我们假如没有任何三个点呢，没有任何三个点是在同一条线的话，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这个九 c 二啊，因为我任选两个呢，我就可以找到呢它的这个直线的一个数量的啊，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三个，没有任何的三个点会在共线，但是因为在这里有四个点的是这里呢，你就可以用倒扣法，我把这里四个点我可以有多少个选择呢，会是这个同一个直线呢，一二就这里就是四 c 二了，对不对，我要减掉四 c 二，但是我减掉四 c 二我不是减完了这条线哦，就是我好像又要再加回这条线回来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题其实那个思路呢，如果用倒扣法来讲呢，你也不能说乱乱的啊，减了就很开心。好，这个 C 二，你算出来是30，啊，你去选 C 就错了，应该是31，啊，答案是 boy。那还有其余的方其他的方法吗？当然也是有。啊，另外的 approach 的话呢，我相信说是，这里五个点随便选两个点，然后这里五个点随便选一个点，再从这里选一个点，然后再来的就是这里的一条线，我们就加一就行了。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我刚才的做法就是说五 c 啊，五 c 二，五 c 二就是上面的。再来的就是这里五个点选，选下面的一个四个点来配五 c 一乘四 c 一，最后呢，这里四个点来讲呢，我们只能用一个线来囊括完。好，那这个的做法呢，是不是也是一样是31呢？也是31啊，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这个排列这一张是相当难教啊，因为它的方法有很多个，你也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呢就尽量的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教学生，但是你没有讲说最简单的，好像这里也是三个步骤，这里也是三个步骤，有没有说哪一个比哪一个好很多，也没有，所以尤其很多时候我也尽量说不要用倒扣的啊，用倒扣的话呢，很多时候学生怕是怕说很像这种情况，扣了之后又要再加回一啊，所以这个也是要小心的啊。OK，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将八件相异物品分成三堆，其中两堆各有三件。有一堆有一件，请问有多少种分法？所以我可以不可以讲说我这一堆我去选三件出来，所以就会是八 c 三，过后选了三件出来，好像是剩下五件了，五件呢我又再选三堆出来，最后是剩下的两个呢就没有得选啦，基本上就是二 c 二。过后你会发现到呢，如果你是这样子做的话，这个 A 堆跟 B 堆呢，其实呢你已经是有了一个顺序之分，但是正确来讲你分三堆来讲，这三个呢是应该是没有顺序的分法，所以但是在这边你又不可以除以三的 factorial， 因为这个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两个一堆哦，真正可以调转的是这三堆，所以呢你只需要再除以二的 factorial 啦，哦，或者就是除以二啦，哦，
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题是不是答案。8C3 乘 5C3 alright 再除以2除以2 280所以答案应该是 Donkey 哦，560应该也会有一个这样的选择了哦，这是 Donkey 啊。哎呀，复杂的来了，这第四题啊，总共有12个人要坐三辆车去旅行，每辆车要坐4个人。如果每一位车主各自驾驶各自的车，其余9位有几种做法？就是三辆车应该是不一样的人的了吧？所以而且那个人又一定要驾自己的车啊。这个 ABC 啊 ABC 车跟 ABC 司机已经做好了，这个已经定了，所以剩下每一辆车一定要坐4个人的话，就是说我有9个人这三个位置应该是一样的吧，就是9个人9C3 选3个坐这个里，然后剩下6个人选3个坐这里，然后剩下3个选这个坐这里，所以是应该是9C3乘6C3再乘上3C3，这一个来讲就不需要再调位了，已经是把那个顺序已经是有考虑在内了的，这个情况，所以这题应该是9C3乘6C3乘3C3，如果没有规定是三个人呢？没有规定4个人哦，这个就是非常难的。OK， 所以这题应该是 C 啊 ，1680C。OK， 好，再看一下第五题。OK， 第五题，如果一共有6名学生的组别中，其中有4名女生，2名男生。共有多少种选法可以组成一男两女哦？一男两女，一男两女好像就是两个男生里面选一个啊，四名女生选两个，哎，这个好超简单的啊，这个，哎，2C1乘4C2，这个太简单了吧？哦，答案是12。12是 Donkey alright OK 第六题正六边形的6个顶点，我画一下，和中心总共有7个点，如果这7个点可以组成多少个不同的三角形？这7个点可以选，组成多少个不同的三角形？7个点任选3个，应该都可以形成三角形了吧？是吗？我们就7C3。但是这个跟这个一不一样啊？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不一样啦，因为它在不一样的位置上，应该是不一样的位置上，也算是不一样的三角形。所以在这一边呢，应该是7C3罢了吧 ？OK， 7C3，35，答案是 C 啊。OK， 应该是 C 了哈。正六边形，6个顶点。
不同的三角形。这个比较懊恼的是什么？什么意思是不同？不同位置算吗？那像这个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三个其实是一样的哦，这三个其实也一样哦，只是它在不一样的位置，算不算一样？如果你是想这三个是一样，哇，这样就很多东西又要考虑了不？这里又一样哦。还有哪里一样？一二三四五六，这三个一样。还有哪一个？一二。我个人应该觉得一二三四，如果扣掉四个，应该是31，应该是不需要去扣啦，应该不需要去扣。我个人是觉得没有需要扣，只是不一样的位置上呢都算不一样的。OK，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七题，有多少个方法呢？可以从集合1234567890中选五个数，使五个数由小到大排列后，第二个数字是3。这题哦，如果我要选五个数字，我这个数字一定要是2，我还有多少个方法？是，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吧？啊，所以不是2，是3。也就是说，这里应该只有两个选择吧？一跟2。啊，对，后面这里呢，就可以是4567890。总共是7个数目，我选3个，不分顺序，因为我的反正就是要大到小，所以这题应该是2×7C3。All right， 2×7C3，总共有70种方法 ，Dance Boy。OK，Alright， 很多题哦。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七题的选择题对不对？第一题 C， 第二题 B， 的确就是这个要加一了啊、哦，就是陷阱在这里。Donkey 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难，就是在这两个三堆的，我们可以必须要，看得出来它可以互换啦。第四题是 C， 第六题是 Donkey， 哎，第五题是 Donkey， 第六题 Donkey 我错了，第七题是 Boy 是对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到底是错在哪里，七个点共有多少个？ Donkey 的话就是说他要扣掉三个。唉，什么原因要扣掉三个呢？什么原因要扣掉三个？扣掉四个我可以理解的，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里一二三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要扣掉两个，对吗？我要减二。过后呢，我这三个其实又是一样的，我要扣掉又要扣掉两个，所以我要减四啊，照理上应该是31才对。照理上是31才对，七七三是35哎，七七三是35啊，扣掉四个应该是31才对啊。
但是冬季好像也是很奇怪的冬季。还有没有其余的会重复？多少个不同的这个，这就是它难搞的地方。不同的定义是什么？哦，旋转如果是一样的话算不算？要好像是，如果我不要旋转，不把它当作是就是旋转方面我们不去理它的话呢，也是要扣掉四个啊，也不是三，扣掉三个啊。现在扣掉三个好像很奇怪，变三十二。哎，这个不晓得，我看这题我要打一个问号了。哎，这题不是要去问一下人了。OK， 所以我们先这边先打住一下，我看一下这题，我们迟点再看看。啊，作答题第一题，平面有十个点，其中四点在一个直线上，取此十个点作为三个顶点，求所形成的三角形最高个数。所以原本来讲，我们应该是原本应该是讲说十 C 三呢，就是它的这个三角形的数目嘛，对。但是有其中四个点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呢，我们四 C 三呢必须要扣掉哦，就是说它这四个点刚好我们选的这三个点都是在这个四个点的里面其中三个点，那这个就要扣掉它，这个就不需要再加回。因为这个是一个直线，不是一个三角形哦。我们在这一个章节来讲呢，我们是一条直线就不是三角形啊，不可以属于三角形。所以这题应该是十 C 三减去四 C 三呢。OK， 算出来应该是116。OK， 我们看等一下再看一下答案。第二题 ，ABCD 是在一条直线直线上的四个点 ，PQR 是一条直线上的三个点 ，L 和 L 一和 L 二相交于 O， 总共有八个点，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吧。这个是 O， 然后这里有 PQR 三个点，这里有 ABCD， A B C D 这样子的意思。OK， 那上述的这八个点里面，三点作为顶点组成的三角形，问可组成几个三角形？几个三角形？几个三角形？这个应该用倒扣法也是可以了。怎样讲呢？我们走总共有八个点来讲，八 C 三呢就会是所有的三角形。但是其中呢，这五个点，如果我选的是这五个点里面的其中三个点，不行，这个是一个直线。再来是这四个点里面的其中三个点也不行，啊，这里也是一个直线。还会不会有其他情况？应该不会有其他不接受的情况了。还是会有重叠吗？不会啊，这里选了 O。这里选 O 了之后呢，是选 ABC 的啊。这里选了 O 之后，选了 PQR， 应该不是不会说重复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这个是八 C 三减去五 C 三减去四 C 三。OK， 所以这题是42。
说可组成多少个三角形？这是第一个小题。其中有几个三角形是以 O 作为顶点的？啊，如果我一定要只是用 O 作为顶点的话，我 O 一定要选了。所以接下来有一个点呢，必须要是 A、B、C、D 的其中一个点，所以是四 C 一。然后过后又不能再选的 A、B、C、D 这里了吧？因为如果再选 A、B、C、D 了，它就会变成一个 flat surface。所以再来的就是我又要，在这个 PQR 这边呢选一个点，所以它是四 C 一，四 C 一乘三 C 一。OK， 所以这题答案是十二，所以总共有十二个是以 O 为原始其中一个顶点，然后有几个三角形是以 P 作为顶点，饶了我吧。送 P， 如果我选 P 的话。我再选 O， 我就必须要选这个 ABCD 里面的。哎，OK， 应该是这样子。第一个情，应该是第一个情况，我们这五个点里面，我们选两个点。好，随便两个点连去 P 都可以形成三角形，没问题。如果我在这一边选 P 跟 Q 啊 ，P 跟 Q， 就是应该是两个点的话。我还有一个点呢，就必须要选 O A B C D 呀。然后这个的话呢，就是五 C E， 会不会有重复的情形？是两个还是三个？可以不可以直接连 O 也包？应该也不行。如果我包了 O 的话，我选 A B C D， 我的这个情况呢，就会在这一边已经是包括在内了，所以会重复。所以这一边呢，你要小心你的那个思路哦，不然的话呢，你这里选的5 C 2呢，其实是包括了 O A O B O C O D 啊 ，A B A C A D B C B D， 然后 C D， 已经选了 O， O 已经在里面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又再选一个 O G O Q R 随便一点。再连 A、B、C、D 其中一点的话，你就发生 double 算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理解哈。这一题它的思路要很详细，所以这个方法应该也是 OK。我们看一下啊，五 C 二加上二乘五 C 一。所以总共是二十个。当然可以不用，可以不可以用倒扣法？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啊。也是说我 P 一定要选了，对吧？然后接下来的这几个数几个点呢，我就选两个点，然后再扣掉是会形成直线的一个情况。哦，应该也是可以用这样子的倒扣法。要我示范吗？哎，我也示范一下啦。所以如果另外一个思路呢，就是说我现在 P 一定要选的。好，那我1 2 3 4 5 6 7七个点里面我们随便选两个点。但是呢有几种选法呢，它是会形成一个直线的。啊，就是说在这三个点里面我选两个点。就变成了全部都在这条线上，就是一个直线哦。所以这三个啊，三 C 二呢又要再扣出来。
所以我看一下啊，这个七十二减三十二是不是也是二十？啊，对呀，这是七十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减两个，哎，感觉上这个好像比较对耶，还是我这里有，这个就是一个最懊恼的地方，你的两个 approach 算出不一样的题答案来，给大家再想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里面我随便选两个。嗯，然后有几种情况会变成直线，就设三个点随便选两个，好像就不行。这个好像对耶，这个好像比较对耶，我总感觉这个好像是有重复算的一个情况啊。啊，四 C E， 为什么？因为我如果选了 P， 再选了 PQ， 我就不能再选 O 了。因为选 O 的话呢，就变成一条直线啊，所以这里应该是 4CE。我们要再算一下，如果这个换成 4CE， 是不是变成18了？ 5C2 加上2乘 4CE。有没有很刺激啊？对不对？所以这题应该是18来的，所以也幸好你会发现到呢，如果你真正这个是考试的话，啊，你两个 approach 你算到，哎，好像两个 approach 不一样的话，你就必须要找出哪一个才是对的，啊，你要取舍。当然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你发现到了其中一个有漏洞，然后把这个漏洞改了之后呢，咦，这么巧跟另外一个，那这题呢就肯定就会是。这个答案呢、啊？啊，这个不解答，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情形哦。然后这个呢，我也是觉得如果用倒扣法呢，总会比较容易的哦。我也不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学生就来，老师，我什么时候要用哪一个 approach？ 其实有我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到最后你会发现到，两个最好两个都学咯。到最后你两个都做最好两个答案一样，如果有其中一个不一样，这样你就要去想一下到底哪一个是做错了，然后想错了啊。好，那在这里我们再看一下 B 的小题，1 1 2 3 4，五个数字可组成多少个大于2000的奇数。这个就是它的难搞的地方，它又给你两个一，它又有一个规矩，就是不可以大过，一定要大过两千。如果你选了两个一，你就要除以二；如果你只是选一个一，你又不用除以二。唉，死鸟。OK， 所以这个好像好必须要分好多个情况。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先看一下啊，可以组成2000大过2000的，大过2000就必须要是234的才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了。当然奇数的话呢，就是1跟3可以放在这个位置了。OK。OK， 所以这一题呢，我们应该要这样子来分你的思路啊。所以第一个，我这里如果选2或者4的话，那这里我就会有可以选1或者3。
对吗？所以这里有两个选择，这里有两个选择。选了过后，选了这两个过后，我好像还有三个数目，三个数，我可以三个数目，我可以三，有三个数目，这里可以选三个数目，这里可以选两个数目，是不是这样讲？但是如果选一的话，这里选二，这里选一，这里就是一三四。如果这里没有选到一，选一跟不选一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又要再分出来的一个情况。给不给是你 ？OK， 所以如果这里我选一啊，这里我选三，有时候就是要这样子的情况哦，要分很多这个case 哦。So 啊，另外一个二跟四啊，像这里还是剩三呢，这里选三呢。如果这里选三，这里有没有五个没有的选择了哈，一定是一了。OK， so 这个是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先看啊，如果选了二或者四的话，这一边选一，那我就会有三个数字，这里就会有两个数字。OK， 22443 但是如果这里是选二或者四，这里选三，那这里的话，它是三乘二。哎呀，它其实是只有一二三四三个数字，但是一有两个，所以如果我是选一跟四，四跟一，还有一跟一，所以它其实只有三个选择吧。这里两个你必须要一起考虑。好，必须要一起考虑，所以这里呢总共是有三个选择，二或者四，四或者二，因为这里如果选二，这里就要选四，这里选四，这里要选二，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所以这边是三乘二乘一等于六，好，是很复杂哈、哦。再接下来这里的话呢，如果我选了其中一个一，然后这里又选了一个三。那接下来的这里就有三个数字跟两个数字，这一个反而就比较容易，三二六 ，OK， 六加六十二，十二再加十二，好像就会是24啊 ，OK， 所以这题啊应该是24啊 ，All right， 这题是18，这题应该是12。这题应该是42。喂，喂，然后这个是116。啊，第三题。啊，这里好像到第六题啊。说到第六题了，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答案了。一项考试。某学生需要从十个考卷里，十个考题里面选七题。如果其中六题中至少选四题回答，我有几种方法可以选取七个考题嘞？也就是说它其实是六题里面我至少要选四题，我可以选六四题，我可以选五题，
我也可以选六题都选完，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啊。然后其实剩下来的四题来讲呢，如果前面选了四题，我后面只能选三题，我的前面选了五题，后面就需要选两题啊，然后前面选了六题，后面就只需要选一题。OK， 所、so, 以应该是 split 这三种情形啊，乘出来再加加一起就可以了。All right， so 六 C 六 C 四乘四 C 三，这个是六十，然后六 C 五乘四 C 二，这是三十六。再来六 C 六，乘上四 C 一，这答案是四，加起来就会是一百。OK，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一百了。倒扣法可以吗？倒扣法就有点蠢啊，为什么？你就会变成十 C 七，去减掉六题选三题，四题选四题，哎，也没有说，哎，四题选四题耶，然后就没有了。哦，这个倒扣法应该也是没有很难，所以倒扣法、啊、我们选一下啊，倒扣法的话呢，它应该是十 C 七，然后再来的就是六 C 三乘四 C 四。OK， 这个是唯一个不可以的情况，他把它扣掉它就行了。10C7 啊，这个是所有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扣掉 6C3 乘 10C4， 这题应该是20，所以两个用倒扣法的话呢，减出来就会是100。哦，所以倒扣法两行，不是倒扣法，是用三行，差不远了、啊，差不远。OK， so 你开到麦了，我听到啊。假期快乐！我这里也是有放烟花，不过没有太吵，还可以。OK， 啊，你有庆祝吗？哈利拉呀！啊、oh, ，没有了哈、哦。哇，我们今天好像讨论不完呢，我怕讨论不完呢。如果讨论不完，我们应该我们现在还是算是蛮快的了啊、哦。如果讨论不完没关系，我们下个礼拜又再多一轮。这一堂课是非常重要，是在刷题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了。哦，虽然说很难教啊，为什么我们也是讲很难教？因为它不同题型、不同的一个思路，不同一个做法。不过它有一套，就是类似的一个地方。好像是第三题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两个 approach 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题型哦，有两个 approach， 你用两个 approach 去做，如果两个 approach 得到同样的答案，你就相当有信心啊。OK， 第四题 ，A B C D E F， 在同一平面上的点，且没有任何三条线是共线的。就是同一条线上、哦、所以这里没有任何的三条线三个点是在同一条线上。这六个点我要选三个点，以这六个点中三个点为顶点的话，就会变成一个三角形。它换句话呢，就是说我们要选可以组成写画成多少个三角形啊、哦，以这三个点作为顶点，然后画出三角形，所以这个就是六 C 三就行了。然后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哦，会不会说这六个点呢、啊？我选了三个点呢、啊，画出来变成一条直线，它前面已经有了，哦，没有任何的三个点会形成一个直线，哦，所以这题呢是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安全措施哈、啊。所以这里是20啊，这个是第一个小题。第二个小题 ，AB 作为一个边，AB 如果作为一个边的话，其实是有啦，这里可形成多少个三角形啊？这个 A 它的读法是这样子，以六个点作为三个点的顶点，可形成多少个三角形？然后以 AB 为一个边，可以形成多少个三角形？所以如果你 AB 一定要选了之后呢，我就只有四个点选一个点哦。啊 ，41好像是四罢了， 41等于是 ，all right， 然后 A 为顶点的话，可以形成多少个三角形 ？A 为顶点，我就只需要选多两个哦，在这五个点，另外的五个点选两个点哦。这题是52，十个。啊，这题我个人是觉得很容易啦。啊，这送分的一个题了，啊，很简单的，1993年的。好，第五题，将十个年龄相异的小孩分成两组，每组五人。若平分的意思呢？若两个最小的小孩同在一组，不同在一组。在不同组，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写？在不同组，不同在一组。All right， 所以有多少种选法？选两组。意思是说，我如果在同一组的话，我就选这两个学生在同一组，然后呢，我有八个学生里面，我只需要选多三个人去这一组，剩余的我就可以不用理他，全部丢去另外一组。只是问题是我需不需要再除以二啊，是把那个顺序给去掉呢？好像要哦，好像要哦，又好像不用，反正我个人觉得要啊，所以我看一下啊，说这题8C3除以二啊，把这两组的对调呢把它给去掉，所以第一个情形是28，第二个情形的话，我们先把这两个学生呢放在不同的组。既然这两个学生已经在不同组了，所以变成了 A 组 B 组，其实是有顺序之分的。所以接下去的这个这个组呢，我再从八个人里面，我要选三个去其中一组。选四个 ，sorry， 我要选四个去其中一组。需要把那个对调给去掉吗？不需要，因为这我选了四个进了前面的这组，我对调的话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来的，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那这两个最小的这个学生已经排在里面的这两个分别两组，所以这两组其实它是不一样的组了。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很这个题是很奇怪的啊，什么时候要除以二，什么时候不要除以二，真的是很容易弄乱的嘛。啊，说可以啊，我也不太确定，我们等一下再检查一下答案，我有没有错啊？不过我目前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算。第六题。一个正 n 边形大过四的话，可以画出多少条对角线？这个其实是有一个思路的，就是说 n 边的话呢，它就会是 n 个顶点，好 ，n 个顶点 ，n 个顶点来讲呢，我就是说我全部 n 个顶点里面，我们选随便选两个点，
我就可以连成连成两条，就是连成线这样子。但是其中有 n 个点呢，有 n 条线呢，其实是边来的，不是对角线，所以我就要减 n 啊。NC2是什么啊 ？NC2 好像是 n 乘 n 减一吧，然后好像是除以2，然后再减 n。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题如果你乘出来，你整理出来是 n 平方减 n 再减 2n 除以 2， 它好像是我们的 n 平方减 3n 除以 2， 所以 n 乘 n 减3除以 2，也是另外一个解，像这个讲 n 乘 n 减三，到底他的思路又是怎样的嘞？他好像就是讲说，哦，我这里有一个点，我有三个点是不能连的，这个左边点、右边点跟我自己的这个点，所以我有只能连成 n 减三个。所以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我有这个点我可以乘 n 减三，另外一个点也是乘 n 减三，总共是 n 个乘以 n 减三，然后再除以2。哦，所以这个呢，我是写成 nc2 减 n 啦，这个是我的思路啦。我就讲说随便的两个点抽出来了之后，我都可以画出了那个线，然后呢再要减去 n 条是边。那你整理出来其实它就是 n 乘 n 减 3， n 乘 n 减 3， 然后再除以 2，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其实一样的。我是不是写在这里写错了？ Alright，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对不对。OK， 来看了第一题116，第二题42、12还有18， very good。 这个应该是 B 啦，不是4啦，算出来60。 60 就是说我弄错了吧。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个 B 啊。再来第三题是100，没错。第四是20，四还有10，这个很简单。再来这个情况啊，它没有除以2，它变成56，没有除以2。当然这个其实它就是那个题目没有讲清楚。到底分成两组，这两组到底是不是同样的组，就是说它是不是 A 组跟 B 组是有次序之分的。如果有次序之分的话呢，这样我就不需要再除以2。好像是我想错吧，就是因为有两个学生已经放进了这一组，所以我 N8C3 呢就肯定是这一组。所以反正就是说他，我想错了，所以这题应该是不需要除以2，我多手了。所以第六题，二分之一 N 乘 N 减 3，没有错，所以从这一边开始，来可以整理出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剩下的是这个第二题了，我们再看回这个题目。第一幕是12345678，会不会是01234啊？我总觉得没有一，通常不会出像又有重复的，没有出现过这样子的题目，不懂会不会是打错还是什么？如果是零的话，就容易很多。没关系，我如果我当作是零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个60的这个答案。
因为如果是一一一一二三四，它的确是会有减少很多那种不同的一个情况啊等等的，会减少了很多。那如果是零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的话，我第一个数目可以是二三四。也是一样，我必须要分成两个情况，因为他要选的是奇数，所以我选二跟四，还有三，这两种情况。如果是二跟四，这里就可以选一跟三了。如果是三，那后面只能选一。过后中间感觉上就选了两个数目，就是三乘二，这里有两个选择，这里三个选择，两个选择，两个选择，这个的话呢就是三个选择，这个是两个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啊，二二四四二八八三二十四三二六加起来三十，也达不到六十哎。会不会是一二三四五给一七十啊？给他没有理由说大过两千二三四，会不会是一二三四五又打错那个？如果是一二三四五嘞，我们又再看啦、啊。如果是一二三四五的话，那这里可以是二四。这里可以是三跟五、哦、如果是这里二四两个选择，这里可以是一三五三个选择，然后五个数目我选了两个出来，也有，然后就来就是三乘二。这里的话呢，三五的话，这里一三五呢，好像就是少了一个选择，就是两个了。然后再来三乘二 ，so 我看一下啊，三二六六六三十六，二二四四二八三八二十四，这个就做出来是六十，唉，给他玩死了，给这个题目玩死。所以如果这个答案是六十的话呢，我相信哦。它其实是一二三四五来的，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打字的人哦没有搞清楚，啊，我是连夜打了太多，看不清楚，啊，打了两次一，二三四，其实你没有啊，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六十 ，OK， so 我修改一下答案啊题目啦，哦，不然的话呢应该就得不到六十。如果一二，你会看到很神奇哦，一二三四，零一二三四，我算到是三十个，而且是一二三四五，我就会算到六十个。如果算到是一一二三四，我只有二十四个，而且难很多。如果是一二三四的话呢，那个做法会难很多。必须要我分成了三个 case。分成了三个 case， 这两个其实都不难，我就是分两个 case 而已。就算出来了。Alright， 所以这个我相信是他的那个题目出错了，不要理他了。OK， 那这个的话56哦，应该是我自己想太多了。OK，Sorry、okay,。Alright， 哇，我时间一下子过去了，那还有七分钟。还可以做几题啦，只是这里五题好像做不完，我就跳一跳，我可能选这下面的。这里六题好像也是做不行，我就先捡杂力的一两题，好吧？啊，应该两题应该可以做到了。诶，上面三题啊，五题不行诶，五题不能啊，做不到了。三题好像可以。不要理他，我要先选这两题杂力的，OK， 杂力两题。
AAABB 哦，这个有重复的 AAABBC 六个字母中，我随抽取三个，抽取三个所排成的排列个数。还好选三个，不然的话，因为如果我选三个，我们选三个的话呢，我们的思路是这样子：三一，二同一一，然后还有的就是三同，三同可以，对，很像打麻将，三同对。如果这个是选三个啦，没有说太难。我们的课本其实有出现过选四个的情形，四个的话呢，它就会是有四一，有二同一一二一，有二同二同啊，记得吗？还有一个是三同一，然后就没有了啊，就大概是这样子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三个 case 罢了。所以如果是三一的话呢，就是 ABC 啊 ABC， 然后它的排列的就是三的 factorial， 就这么简单。二同一一的话，这两个同我可以是 A， 也可以是 B。那如果我选了 A， 我这两个二一一呢，我可以是 B 跟 C。我选了 B，我的意义呢，我可以选 A 跟 C， 所以这个意义呢是有两个选择，这个二同呢也是有两个选择。再来的时候呢，它就是进行排列，它的排列呢就会是3的 factorial 除以2的 factorial。 哦，那做出来应该是326622吧，哦622 32 24 4 32，然后这个是三乘二，这个是六。再来三同好像是只有 AAA 一个情形了，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一个情形写成一就行了。所以这里是18+1=19，答案是 boy。All right， 哦，应该是吧？应该是了。再来看看第二题，米努曼 ，M 有三个 ，I 有两个 ，N 有一个 ，U 也有一个。再算一下，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米努曼对。好，一个字，这个字呢，字母做排列，其中三个字母 M 不完全相连，就是两个连也 OK 哦，不完全相连，两个连又 OK， 只要不是三个连在一起都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唯有是用排除法。哦，这个情形不完全相连的，我们就让它完全相连，这个就比较容易，这个就用倒扣法，所以不是排除法，倒扣法。哦，我们先选的一个就是没有任何规矩的排列，总共就是7的 factorial 除以3的 factorial， 再除以2的 factorial， 扣掉什么？扣掉把三个 m 绑在一起，三个 m 绑在一起当做一个了之后，2345总共是5的 factorial 除以2的 factorial 罢了，3的 factorial 不用，因为已经绑在一起了。所以这一个的这样子的一个倒扣法呢，算出来的答案就会是7的 factorial 除以3的 factorial 再除以2的 factorial， 这个答案是420，然后减去5的 factorial 除以2得到60，这个心算的话应该是360 420减60 360，答案是 C， 答案是 C。
OK， 啊，时间刚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题对不对？杂力 6.9 B 和 C， very good， 没问题。所以我们还有一些，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 6.8 讨论完，讨论完 6.8 再讨论完 6.9 然后过后呢，还有时间我们就讨论高数一。高数一应该不会这么难，高数一应该就会很容易的。但是你讲容易归容易，但是它的哦也没有很多啦，四面罢了。OK， 嗯，没关系，我们讨论完它哦，这个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相当重要的一个章节。OK， 今天讲到这里，谢谢，拜拜。